好，这个是扑克牌。两张都有，稍微看一下，两张都有。要稍微把它洗白洗一下。洗完之后，第一张老 K 出现。好，我们再把它洗一下。洗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第二张老 K 出现。再把它洗一个牌。第三张老 K 出现了。现在这边最难的就是第四张牌，第三老 K 他跑到哪边去了？不知道。第四张老 K，